27日，林佑威四个月大的女儿现身剧组探班，可爱的模样让所有人爱心泛滥。但单身的杨一展与赖雅妍看到小孩哭闹，却完全没辙。女儿真的很可爱，小孩真的很可爱。对，你在怂恿什么？你在每天晚上回家看到他，真的是就很开心。那收工虽然很累，但看到他就很开心。可是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是觉得别人家的小孩比较好玩。对对对。虽然女儿才四个月大，但提起将来女儿嫁人的一天，有为还是一时难以接受，反倒是对于抱孙子更加迫不及待。我要结婚了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如果他说他喜欢女生，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那是个人选择，就支持他。他如果交男朋友，还有什么？我怀孕了，跟我怀孕了很好啊，抱孙子啦，对不对？不管有没有结婚都 OK 啊。对啊，那真要结婚了，真的是就会觉得啊，这个女儿真的是要嫁出去了。那如果她才15、16岁呢？你受得了吗？很好啊。你说怀孕吗？对啊。我还是觉得听到要结婚比较晴天霹雳一点，真的。林佑威与杨一展精彩对手戏让首播收视开出红盘，也被网友笑称两个大男人超配。现场他们承诺，若收视破二，就互亲来回馈影迷。亲个脸颊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刚听，隐约听到亲个嘴。好险！你刚刚是要种草莓是吧？不是，就是、哎、没有，我就是亲脸颊一下嘛，那就会害羞没？我们往下，若再害羞，再往下。往下到不害羞为止。哦、这么大、啊？没有，这哪里看哪里不害羞。好，没问题，破二的话我就亲一展一下，好吧？好，OK 啊，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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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, okay.。